据媒体报道，电影《怒火》今天举行发布会，14年后再度与谢霆锋合作，导演表示自己十分期待。上次参加他的《风味》拍摄，那次在日本很好玩，其实已经有谈什么时候可以再合作了。他说：“很想和你打一场。”是吗？那要让他手下留情，不要把我打伤。导演表示，他提议导演在香港拍摄，其中一个原因是不想错过太太下个月的生日。非凡娱乐时事报道。